哎得，我们快要把这家黑色星期，我们快要把这家白人告倒了，秋菊打官司，现在不告，奥巴马在台上的时候不告，你要等到谁上台的时候告啊？妥协吧 ，OK。自从 Princess Diana 去世了以后呢，那个丹麦王室就变成了那个改革开放一面旗帜，像比如说英格兰的那个 Queen Elizabeth 啊，还有她的 husband Prince Philip 都是 racist。 They have Facebook my friends but they erase them, they close them。 比如说像 Sylvester Stallone 这种类型的，要到那个 Chinese web page QQ 上面 open a page， 但是呢他会对一般民众设防，这搞得很不好看，有种族歧视嫌疑， suspicious 是不是啊？Racism suspicious， 好像刘晓庆啊什么的，他们对中国人民世界上最善良、软弱、可欺的民众，你对他们设防，你有能耐你到美国来，在 Facebook 上对美国人民众设防，知不知道？